主料：低筋面粉100克，鸡蛋1个，白砂糖43克，泡打粉1/4小勺。辅料：盐、椰蓉、色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奶、糖、色拉油和鸡蛋混合搅打均匀，筛入面粉和泡打粉，切拌均匀后放适量椰蓉，装入模具中，再撒上适量椰蓉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75度上下火，先下层10分钟，再中层10分钟，晾凉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蜂蜜改用白糖的话，奶的用量还可以加一点，这个量感觉稍微有点干。烤箱温度根据自家烤箱条件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